家好，我是阿 Ken。 今集呢是我們的悟通陰謀論第一集的。那這集我想講些什麼呢？讓我做一點神秘感。 OK， 講起 currency 這個字，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看法呢？根據 dictionary 裡面那個 definition 就是這樣說的。 Currency， a system of money in general use in a particular country。 The dollar was a strong currency。 Traveler checks in foreign currency。 Reason and persuasions will become the currency of parties policy making。 Meaning number two, the fact or quality of being generally accepted or in use since the Gulf War, the term has gained a new currency. The time during which something is in use or operation, no claim has been made during the currency of policy. 嗱，佢哋講到話，只係一種錢嘅一個系統。咁究竟呢個錢嘅系統又係咪真係可以就咁用 currency 去形容到出嚟咧？不如我哋再睇得深入少少啊！我哋去睇睇另一本 dictionary 嘅呢個咧，我哋係由一個 legal term 裏邊去睇一睇嘅。OK， 我哋睇到係咁嘅，佢就咁樣講嘅 ：currency， an item such as a coin, government note, or bank note, the circular that circulates as a medium of exchange, see legal tender. We have a block currency.Fractional currency, hard currency, postal currency, soft currency, United States currency, and currency swap. 嗱，聽到呢度，好似大家都越聽越唔明啦，唔知道究竟呢個所謂嘅 currency 或者一種錢幣或者一種貨幣，究竟佢係啲乜嘢嚟嘅咧？嗱，今集我哋嘅音樂咧就想講係假貨幣。今日會攞出呢個題目嚟講咧，其實。大家咧都有，如果有睇開陰謀論嘅即係有研究開陰謀論或者睇開陰謀論嘅書咧，都會留意到就話其實呢個世界咧，所有嘅嘢都係由一個 family 去所控制嘅。咁而呢一個家族咧，我哋就係喺呢個十八世紀啦，嗰陣時咧就有一個 Mayer and Rothschild 嘅。咁呢個 Rothschild 呢個 family 咧，其實佢哋咧一早咧就已經擁有咗呢個喺呢個蘇黎世呢個埃及咧蘇黎世嗰個運河嘅。Suez Canal 咧，咁另外咧，喺最近一次咧，其實我都有做過 research。最近一次佢哋露面嘅咧，這個家族裏邊成員其中一位露面嘅咧，就係德國嘅，喺呢個2013年呢個 Rothschild Group Chairman 嘅，喺呢個 Raoul David de Rothschild 出嚟講過嘅，佢亦都澄清過，但係當然佢唔會話講到就係咪真係佢所記得嗰位主持人係問過嗰位啊。Chairman 啦，佢就話係咪佢真係所控制曬所有全部嘢？當然佢一定係否認啦。OK， 而咧根據啦嚇，其實根據一般咧資料啦計算咧，都係佢呢個 family 佢總共嘅資產值啦，係有呢個$500 trillion OK， 但係實際上咧，佢報上去咧，其實喺政府嘅官方或者可以睇到嘅數字咧，係只係$350 trillion嘅。OK。咁係亦都用美金計算嘅。咁就住呢一樣嘢，其實網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 channel 都有講提及過呢一個 family 嘅。咁今集咧我就想睇翻佢主要咧就話會將佢 family 裏邊嘅成員啦，佢哋會令到屋企裏邊只可以互通啦，只可以結婚或者嫁娶都可以只能夠喺個家族成員裏邊嘅，而且只能夠。娶嘅係，譬如話一位男性係只能夠娶一個係猶太族嘅女子啦，咁而佢亦都會將自己唔同嘅親戚啦，裏邊嘅仔兒子係作即係用個仔去承繼好多嘅生意啊同埋錢嘅家族裏邊嘅嘢。咁當然啦，如果佢違反咗唔娶一個自己猶太族裏邊或者自己親戚裏邊嘅女子嘅話，咁當然佢就冇機會，已經係冇資格去分享或者去承受。去享用家族裏邊嘅錢嘅 ，OK， 咁佢亦都會將呢個家族咧喺唔同嘅長子啊、幼子啊派喺唔同嘅國家嘅，分別喺呢個英國啦、奧地利啦，喺早年啦，因為大家要諗到喺呢個一七
七幾年嗰陣時，差唔多係十八世紀嗰個年代。咁喺德國啊、英國啦、啊、意大利啦、啊、法國啦、啊、瑞士啦呢啲地方嘅。咁呢個家族咧係非常之大嘅。咁而佢哋最嬲尾咧，甚至乎仲可以操控咗，譬如而家嘅Morgan Stanley 啊，或者啲大嘅機構㗎嚇。咁呢啲就喺其實都唔止係阿 Kim 講㗎啦，喺網上邊好多人都講緊呢樣嘢嘅。OK， 咁後來咧，甚至乎其實佢已經差唔多係控制曬全世界㗎啦。喺過去咧嗰十年裏邊啦，甚至乎連伊朗啊、古巴啊、北韓啊呢啲地方，佢都係想去佔據埋嘅。OK， 想控制埋嘅。咁而家當然是唯獨係中國啦。OK， 咁聽落就真係已經好有陰謀論啦。你而家會問我一樣嘢，阿 Kim， 你講嘅嘢到底有冇根據嘅咧？咁我亦都市面上咧睇到好多本陰謀論嘅書啦，咁其中一本咧，我覺得咧係一本非常之好嘅書啦。咁其實呢本書我最初都諗緊咧，應該係咪喺呢個好書即係舊書翻炒嗰度去推廣咧？不過 anyway 啦，咁我喺呢度都講埋啦。呢本書咧就叫做《Currency War》，其實佢亦都出咗好多個版本嘅，咁係由我哋中國人去寫嘅。咁而呢本書咧個中文名咧叫做《貨幣戰爭》嘅。呢本書其實早喺十幾年前咧，其實我係已經睇完噶啦。咁、那個作者咧，其實佢翻譯咧有個編著啦，嗰、那個咧就叫做宋鴻兵嘅嚇。呢本書就非常之好嘅，基本上而家你可以話所有而家讀經濟系啊、大學啊，或者係甚至乎中學啊一啲學生都會一定係必睇嘅一本書嚟嘅嚇。咁大家咧好多人會覺得好悶啦，喂，但係阿 Kim 啊，我唔係讀經濟嘅，對於呢啲書咧，我覺得好悶，或者係我係睇唔明啊，好多字都唔明。但你放心，因為呢本書咧係寫得好精簡，同埋咧佢由淺入深嘅。除此之外咧，佢裏邊咧仲有好多空間去俾大家思考嘅。咁當然咧，我當然今日所講嘅嘢就唔會話全部係由出自呢本書噶啦，都會有好多 research 阿 Kim 喺中央圖書館啦，同埋大會堂圖書館裏邊咧，甚至乎網絡上咧，我都揾到好多資料，咁去即係去做一個比較，去做一個參考，去睇睇究竟呢本書呢本所謂嘅陰謀論嘅書，由中國人所寫嘅陰謀論嘅書，去攻擊其他國家，講出呢個金融霸主由呢個 family 由 Rothschild 呢個 family 控制曬全球，成為全球一體化呢個咁嘅陰謀論嘅政策，究竟係真還是假嘅？仲 OK 啦，我哋而家就首先睇睇啦嗰本書同埋佢所裏邊所有提及到啲重點嘅。咁阿 Kim 係已經係 mark 單咗落嚟，而且作咗啲分析嘅嚇。咁我哋首先睇睇啦一樣嘢，就係佢講到就話 Bismarck 咧，相信大家知道噶啦，係一位德國嘅總統啦一個首相啦 ，OK， 咁佢咧佢就曾經咁樣講嘅，佢話咧究竟林肯啊刺殺嗰個真兇，點解林肯會俾人刺殺？美國咁多其實曾經有人講過就話，美國大部分總統被刺殺個數字係遠遠超過一啲將軍戰死沙場嘅。咁呢度我哋可以睇下啦，佢就 Bismarck 就咁講過嘅。如果大家讀過歷史嘅話咧，西方歷史嘅話，一定會知道一個將軍係叫 Bismarck。我唔知中文叫乜嘢啦，咁 OK。但係我相信你哋應該會知道我講邊位啦 ，OK。咁佢就話啦，林肯咧就從國會裏邊咧就得到授權啦，向人民咧出售國債嚟借債嘅。呢個政府咧就同國家咧就從外國嘅金融家咧嘅圈套中咧就跳咗出嚟。咁當咧呢個國際金融家咧，即係你可以當佢 banker 啦 ，OK 啦，明白到咧美國咧就快咧要逃出佢哋嘅魔爪嗰陣時咧，於是咧就已經係林肯嘅死期。嗱，其實我哋再睇清楚一樣嘢，究竟林肯做咗啲乜嘢？嗱，第一樣嘢，林肯咧呢個美國總統嚟㗎嚇 ，OK， 咁佢咧就解放咗黑奴啦。統一咗咧，就係南方以後就立即咧就宣布將南方嘅戰爭中所有嘅負債個債務咧全部一筆勾銷。嗱，聽落，大家係咪諗到好多嘢咧？喺呢場戰爭裏邊咧，一直咧喺度支持緊南邊嘅人，不論係錢啊，或者係物資啦嚇，因為大家都知道，逢係戰爭係需要大量嘅錢嘅。冇錢是打不到仗的，你需要炸藥啦、人力物力資源啦、軍用的設備啦，咁呢都需要錢嘅。國家當然是可以去打呢筆仗，去打呢場仗，但打仗之前佢亦都要計數啦，究竟勝算有多少啦？計完數之後，打到最嬲尾，誰勝誰非，最後勝負者是邊個，都最嬲尾都係決定喺錢嗰度嘅。
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就正正咧可以為呢班 banker 咧就可以同一時間支持兩個國家去策動戰爭，支持兩個國家去打仗嘅。咁然後兩方面咧當然係好秘密地啦嚇，透過唔同嘅渠道咁去資助兩國嘅，譬如 A 國同 B 國去打仗，佢兩邊都支持。咁到雙方面都去到已經係即係就等於我哋中國人所講一個叫嘢就律旁相持就如人得益。佢等到律旁兩國打到筋疲力竭嗰陣時，於是佢就用唔同嘅方法再支持兩方面，令到兩方面都係爭緊佢哋錢嘅，繼而咧佢就可以操控嗰個國債國家經濟，而最後甚至乎可以吞併另一個國家，甚至乎可以統一曬全世界。聽落好似言之過早啊！咁大家要諗下一樣嘢啦，到最嬲尾邊個係損失嘅？逢係戰爭，不論你係勝嘅或者敗嘅，其實兩方面都係一個輸家嚟嘅。戰敗嘅當然就要付出沉重嘅代價啦，去賠償俾另一方勝打贏仗嗰個國家啦。但係打贏咗嗰個亦都唔係一個贏家嚟嘅，因為佢已經喺戰爭裏邊係燒咗太多錢啦，而且亦都係已經可能有累積咗啲嘅借貸，而且人民嘅生活裏邊個經濟國家經濟都需要休養生息嘅。咁而唯一一班贏家嘅就只係背後策劃戰爭同埋借錢俾兩國國家去打仗，甚至三國。咁呢個正正就係話，而家所有嘅陰謀論所講嘅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所有嘅戰爭，中東一帶任何宗教戰爭、經濟戰爭、石油戰爭，所有嘅戰爭都係由有人有幕後去操控嘅。而呢個操控其實已經講得好清楚，暗示就係呢個 family。咁我哋可以睇到咧，1972年啦，林肯咧就發行咗咧就呢個7.5亿美金嘅新幣嘅目的咧，就去慳翻一啲利息，因為佢當佢發幣咗一啲新嘅貨幣之後咧，佢嗰個利息係可以為呢個國家咧係可以慳到40亿美金嘅。咁美國咧喺南北戰嗰陣時咧，國際咧金融勢力咧同埋佢嘅代理人咧，同美國政府咧係有個激烈嘅爭鬥嘅。美國國家咧甚至乎咧發行咧佢個幣值嘅發行政策啦，同埋一啲利益之爭嘅。喺南北咧戰爭裏邊咧，前後咧係高達咧500年嘅。雙方面咧都就住咧美國嘅銀行央行嘅系統啦個建立啦，咗呢一個嘅咁嘅金融制度啦，好激烈咁嘅爭鬥嘅。咁我哋再睇翻就係話。其實美國咧，之前咧一共咧前前後後係有7位美國總統咧係被刺殺嘅，而國會議員咧喪命嘅。其實個原因都係來自呢一度。喺1911年啊 ，Moody's 咧，即係我哋而家嘅所講嘅穆迪評級啦嘅創辦人啦，當時咧亦都控制咗咧華，都係其中一位控制華爾街咧個七大呢啲我哋嘅所謂嘅大孖散啦，嗰啲咁嘅大亨人。咁呢啲 banker 咧就分別裏邊有 J.P. Morgan 啦，亦都有建立呢個美聯儲嘅真正幕後推動者嘅。其中咧就當然有提及到呢個 Morgan's family 啊，同埋呢個Morgan's family 佢點樣興起啦，佢嘅錢係點賺翻嚟啦，就喺一本書裏邊咧，我哋係可以睇到嘅。嗰本書咧，我都希望大家如果有時間都可以去睇一睇嘅。嗰本書就係由呢、這個John Malevin。在1993年寫嘅出版嘅，其實係嗰本書名咧叫做《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本書裏邊更加提及到一樣咧，就叫剪羊毛啊嚇。咁大家如果有讀開經濟學嘅咧，都應該對呢個 terms 唔會覺得陌生嘅啦。呢個家族咧，佢哋每一次咧係策動一啲戰爭，就算唔係策動戰爭咧，就會用一個方法咧，就不停咁去令到經濟咧，因為你知道美國嘅聯儲局，今日嘅聯儲局咧，其實咧已經係脱離咗美國政府所控制，脱離咗人民所控制，聯邦啊或者聯儲咧，絕對已經唔係由美國政府或者美國總統所去操控嘅，而佢哋無論佢哋控制調將個利息調高或者調低咧，佢哋決定曬所有嘅嘢，然後先至直接落去俾個美國總統去簽妥嘅，去 endorse 嘅。咁但係而美國總統係冇權力去反對或者唔批准唔簽呢個咁嘅policy 嘅。咁所以咧，其實你可以睇到嘅已經係喺呢個程度上，其實佢已經變咗係個係一個 rubber stamp 嚟嘅，橡皮圖章嚟嘅。咁剪羊毛究竟用咩方法咧？呢個 terms 究竟點樣嚟咧？嗱，其實剪羊毛咧就已經講得好清楚噶啦，就話當一啲以前喺
美國在那個年代呢，當時呢是除了一些地主，就譬如有農夫，一些農民他們擁有大量的土地，他們可以生產糧食，而他們呢也可以呢透過糧食儲備可以賣，他們其實是不缺乏錢的，因為他們有地，他們也有一些小型的銀行專門有時借貸給這些農、夫的。而這班農夫呢，也都是即其實爭的數字都不是爭得太大，也都不會構成任何影響的。無論接近兵荒馬亂、戰爭、糧食價就一定會高，他們呢根本上就是沒什麼問題的。但是呢華爾街呢那班 banker 呢，或者你可以說幕後這個 family 呢，他當然就希望盡快剷除這班人，這班人這樣的人，這班令到在這班農夫身上呢是拿到更加的利益啦。於是呢，但他們不可以直接去接觸到這班這樣的農夫，因為為什麼？他們已經有一班小型的銀行家在幫他們手去借貸的，進行這些業務的。於是呢他就要令到這班這樣的小型的當地的銀行家呢去屈服，就著華爾街那班 banker 的。那這一本書就講得非常之好了，他就講到呢，就說他怎樣讓這班 banker 是用不同的方法去令到這些小型的 banker 呢逐一消失的。咁佢哋分別所用嘅手段咧，就會話，例如佢會喺一個好低，佢首先會將個利息擺到好低啦，好低之後咧，就令到咧，會大力咁去提倡呢班農夫咧去引入好多機動嘅機械啦，譬如話一啲拖拉機啊，一啲用啲人工嘅設備啊，去令到啲糧食大量咁去生產嘅。咁當一農夫一旦簽咗紙，用咗呢啲咁低嘅利息去即係簽咗紙啦，咪借咗錢啦，然後去大規模咁去改善佢哋嘅傳統嘅耕種模式之後咧，佢突然間咧就會慢慢就會呢班銀行家就會策動一啲波動啦，就會令到市場不穩啊，而達到咧加息嘅出現。當啲息口一高嗰陣時咧，而呢班農夫係俾唔到嘅咧，佢哋會用唔同嘅手段喺佢哋身上咧，就將呢啲農田啦搶曬翻嚟歸其下嘅。咁裏邊咧，我哋亦都可以咁，而每一次呢、這個其實聯儲局每一次將佢嘅利息提高提低，佢哋都有秘密協議嘅，絕對唔係話單單係從呢個 market 嘅，係後邊精心有人去策劃嘅。咁呢種方法咧就話好簡單，一個好簡單嘅啫，其實好容易去理解。嗱，首先佢會將個利息擺到好低，當一低嘅話，好多人就會去點啊？借錢買樓啦，去買多啲嘢啦、車啦，咁或者去擴充自己嘅業務啦，咁就不停去借貸啦，一路咁樣泡沫化啦，買樓啦，一路 bubble 咁樣上嘅。突然間咧，佢會用一種理由 ，either 係戰爭啊，或者啲市場不穩啊，令到經濟蕭條啊，然後突然間啦，就將個經濟就提高，將個利息提高嘅。當個利率一提高咗嗰陣時咧，好多人咧，你知道利率係浮動噶嘛 ？OK， 當美國聯儲嗰度一調高咗，就會影響到全球經濟，而到時咧就好多人突然間要俾多咗好多利息，而呢啲息係全球嘅。咁而一高一低一個調幅咧，其實佢哋就好似剪羊毛咁，定期去剪羊毛。當啲羊毛剪曬啦，就重新再生過出嚟，而生長咗啦，佢哋又去再剪多次羊毛嘅。咁呢樣嘢其實你睇翻，其實都非常之合理噶。我哋睇翻咁多年來歷代一路，你睇翻聯儲局咧，佢哋美國聯儲局佢哋一不停咁加息減息，所以甚至乎今時今日好多大嘅財團會有好多時會收到啲消息，會知道幾時借貸或者點樣樣，而且再加埋嗰幾個大機構裏面，佢哋會不停會去暢淡個市啊，或者會去暢旺個市啊，咁你都大家可以知道嘅。其實呢樣嘢亦都唔難去理解到嘅。咁嗱，呢度就講到啦，1921年咧，佢哋有推行嗰個剪羊毛計劃啦，咁去到1929年咧就突然間泡沫化啦，令到經濟泡沫，於是佢又去剪羊毛啦。咁另外咧 ，banker 咧其實好惡嘅，華爾街嗰班 banker 嗰個 family 所擁有盒，佢哋會派唔同嘅親戚啦，入到去進駐呢啲咁嘅 investment bank 裏邊咧，就控制曬嗰扎 banker 嘅。咁嗰扎 banker 咧其實係非常之有好大嚿錢啦，當然啦嚇，因為佢哋有好多嘅錢都來自呢個 family， 佢哋可以將啲資金啊、金條啊、黃金啊喺一個國家運去偷偷地用火車運去另一個國家去作定儲備，準備打仗或者作去一投機性嘅嘢，咁去收聘啊，去吞明其他嘅大集團嘅，咁令至佢咧成為咧宇宙個最後話事人嘅暗地裏。咁 banker 咧甚至乎咧係曾經有一度咧喺歷史上咧去打壓呢個羅斯福嘅嚇，呢扎 banker 咧佢就聯合咧咁啊聯埋一致啦，咁去打擊咧呢個咧
金本位嘅。咁大家講到一講到金本位，大家就會諗到一個叫銀本位嘅啦嚇。如果大家讀嘅經濟嘅話，點解大家有冇諗過就話早期譬如我哋中國啊鴉片戰爭，我哋賠錢賠俾列強，我哋都用銀用大銀去賠翻俾人哋。銀其實都係個單位嚟噶嘛，我哋有銀票啦嚇，即係我哋中國最早期嘅一啲叫錢莊，就等於我哋今日嘅銀行啦嚇。咁相信如果大家睇開Hong Kong Bank 嘅上海匯豐銀行個歷史嘅，大家都對呢樣嘢即係唔會太陌生嘅啦。咁銀咧其實最主要咧就係呢個家族去打低咗佢，令到佢不再存在喺呢個世界。咁所以可以睇到就話銀其實金銀銅鐵石銀都係全部都係 metals， 點解唯獨是金先值錢咧？其實係因為背後係有預謀嘅，將個銀壓低就可以將個金推上去。佢哋要 keep 住有個金，一定要維持有個金本位。OK， 咁呢度咧就屬於咧佢哋要令到咧呢個咧金咧黃金咧成為呢個政治金屬，其後就更加用石油啦。大家都即係如果有讀歷史嘅，或者有讀戰爭或者國際時事經濟政治關係嘅，你都可以睇到嘅。尤其是喺 Hitler 啦，即係希特拉嗰場啦，根本上好多人其實睇翻你唔同嘅歷史，睇翻唔同嘅角度嚟講，其實第一次世界大戰絕對唔係好似我哋以前細個讀歷史咁樣樣，係由純粹係一個刺殺 assassination 而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嘅產生，然後第二次世界大戰嘅產生嘅。咁我哋要講到一樣嘢啦，譬如話阿林肯咧，佢亦都講到佢係顛覆咗咧 capitalism 咧，佢話最好嘅方法咧就係令到佢個貨幣貶值，透過咧連續性嘅通貨膨脹嘅過程咧。政府是可以很秘密地沒有人知道的情況下就可以沒收人民的財富的一部分的，就用這種方法就可以任意地去剝奪人民的財富，令到大多數的人就變得慢慢越來越窮，而令到小部分的人就越來越富有的。最後就當然是貧富如旋這一件事，我相信在現今的社會裡面其實任何國家我們都可以看到的。如果沒有任何的手段可以令到通貨膨脹的話，如此緊閉和可靠的顛覆的情況，那個政權是根本上是不可以產生出來的。這個過程是潛在地積聚了各種經濟的規律的破壞因素的。100萬人裡面都不會有一個人能夠看得出這個問題的根源所在地。我們香港經常說貧富懸殊，我們會這個仇富，為什麼我們會這樣？我們只會看到一件事，就是地產霸權，我們會看到很多是集團式的壟斷，但其實我們看到的是否只不過一個冰山一角？如果我們從全球一體化、全球宏觀經濟的角度去看，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東西。就所以呢，是例如說在英國 Cambridge在劍橋大學裏面也有一個神秘組織，其實這個組織都已經不再神秘了，在很多年前有很多學者已經是專題地去拆解去分析這個集團的。我記得在現時在無論在網絡上你都會見到很多不同的頻道都會提及過一個叫做Apostle 啦，即係呢個中文譯做呢個使徒會嘅，咁係由呢個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裏面一個組織嚟嘅。咁而裏面咧就係 base on 咧，我哋可以睇到咧就話咁呢個暫時因為呢一部分我就唔講啦，我就講開翻嚟我哋今日所講嘅假貨幣啦。咁我哋講到英國同美國嘅 banker 咧就聯合咧就同埋 Hitler 咧希特拉咧就一齊策獨準備一個戰爭嘅。咁呢個戰爭咧當中咧美國咧就有啲其中咧有一位咧議員啦就叫做麥克法登嘅。咁佢就喺度咧，喺就痛斥咧華爾街咧裏邊個 banker 啦，同埋呢個美聯儲咧，佢哋嘅税制咧，去用納税人嘅錢去支持雙方打仗嘅。咁其實咧，講得難聽啲咧，呢個就係政治就真係的確確係好污糟邋遢啦。咁我哋如果可以睇到就話喺例如話，一個 Congress， 佢哋有啲係因為已經係舊嘅 record 啦，咁喺我哋嘅 record 裏邊咧，我哋係可以睇到咧，就係話喺1932年一個 record 裏邊咧，係嗰個叫做 Congressional record 裏邊 page 呢個1292，去到呢個1296裏邊咧，就講得好清楚嘅，就話如果政府所俾嘅諾貝爾咧所提供嗰筆獎金俾咗間炸藥公司，如果炸藥公司又將啲炸藥就賣咗俾日本，再由美國
再將佢支持魏滿洲國 Manchuria 嘅，即係中國嘅東北嗰陣時咧，咁然後再用美國結算，結算完之後再將啲錢就運翻去紐約，而再由紐約擺翻去 Geneva， 即係今日嘅日內瓦嗰度嘅。咁大家都會覺得好奇怪嘅，因為有日內瓦呢樣嘢，大家都會諗起就話我去開個瑞士銀行户口，就因為瑞士嗰邊就比較穩定啦，有咗好多離岸銀行啦，同埋佢嗰個秘密程度亦都非常之高嘅，不透明啦，而且甚至連政府查核亦都相當困難嘅。其實大家有冇諗過一樣嘢？點解全世界最撈尾經過銀行拆息啊，所有嘅錢最撈尾都會擺喺呢個瑞士呢笪地方？瑞士只不過一個小小國家，尤其是日內瓦嗰邊，但係點解每一次世界大戰打仗都牽涉唔到呢個小國家呢？大家有冇諗過一樣嘢？其實由於全世界所有嘅貨幣結算嗰個中心金融核心咧，就係呢個日內瓦嘅，喺呢個瑞士，所以無論發生任何戰爭裏邊咧，都唔會影響到瑞士呢個國家嘅。咁我哋可以睇到一樣嘢咧 ，Churchill 咧曾經有一句名言嘅，即係丘吉爾啦，佢就咁樣講嘅：發動戰爭運動咧，係比結束戰爭咧係要困難得多。大家聽落有少少好似費解啊，係咪啊？策動戰爭就比完結戰爭更加難。其實諗真啲又啱喎，因為其實如果戰爭係點都會完結噶啦，當雙方面一路打到雙方面都物資耗盡，僅有一邊會投降，或者有一邊會勝利，壓倒性嘅勝利嘅。但係點解策動係咁難呢？因為策動要盤算，要計算過每一場仗你可以賺幾多。每一個當你同一時間投資在兩個國家裏面，同時你可以決定那場戰爭可以打到幾耐，亦都可以決定到那場戰爭最終去到哪一個程度，去到哪一個地步，你去令到這場戰爭去停止，然後個賠償金額去到怎樣，大家各方面所得益是去到多少，都可以每一樣東西去量度到的。其實想到底呢，結束一場戰爭呢，往往只需要雙方面的政府秘密地去坐在一二個，大家 bargain 一下裡面大家停戰的條件，那就好像今天我們很多地產 agent 那樣靜雞雞一樣，這樣不對就說到對，將兩條數將個買家和賣家說到對為止，這樣去 close 一個 deal 的。統治世界的精英呢，就好像一個小圈子那樣的，譬如說是 New York Times、Washington Post、Wall Street Daily 啦，同埋呢個波士頓啊《環球報》啦，巴爾的摩《太陽報》啦，《Los Angeles Times》啦，等等啦，呢啲雜誌方面裏邊咧，都係有外交嘅協會成員去控制嘅。咁你會講到就話，喂，既然阿 Kim 你講到好多嘢都係話陰謀論，喂，這個唔通呢個家族真係可以操控曬咁多樣嘢嘅咩？其實我哋睇翻又真係嘅，好多時你要明白一樣嘢就話。當你在現今的社會裏面，當你擁有到傳媒或者一個報紙、一份財經雜誌或者一個電視台或者什麼，它的確是可以利用這個媒體去散播一些消息的，去支持一個他們的立場的。那我們有譬如說時代，有這個財富，有生活，金錢，即是 Money Magazine， 有人物，娛樂周刊，新聞周刊，商業周刊，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甚至乎讀者文集、福布斯、大西洋周刊等等這些主流雜誌，國際結算銀行、中央銀行家的銀行，他們都會在這個背後開完會之後決定有什麼動作，有個決定之後就會在這些不同的媒體裡面就不停地去控制、左右去散播一些消息，循而咧利用呢啲消息咧去達到佢哋一早 plan 好咗嘅目的嘅。譬如話，我哋可以睇到一樣嘢就係就好似頭先我所講嘅話，點解日內瓦永遠都好似打親仗都冇佢事，冇佢份，即係冇佢可以好安全咁樣樣，就因為中央結算所，全世界全球嘅中央結算咧都會喺嗰度做一個運作嘅中心嚟嘅，無論係四面戰火底下咧，佢都可以堅持咧保持中立嘅。就永遠都不會殃及池魚的。
調翻轉頭睇翻同樣一個好少好少嘅國家咧，譬如 Belgium 啦、啊、比利時啦、挪威啊、丹麥啦、啊，都好想係中立噶，但係佢哋最終可以中立咩？佢最終咪又加入個戰爭裏邊。喺八十年代嘅日本啦，個房地產咧出現咗泡沫化嘅崩潰之後咧，大藏省咧就對日本咧個央行咧干預啦，就覺得個央行干預係一個罪魁禍首，令到其他銀行咧去爭相咧去脱離呢個政府嘅鉛制嘅。英國銀行咧亦都被政府咧，因為喺呢個情況底下咧係睇得更加係緊密嘅，而法國銀行咧更加咧係成為一個橡皮圖章嘅。咁我哋可以睇到一樣嘢就係話咧，佢所用嘅方法咧分別有幾個方法嘅，例如話私有化咧，點樣私有化咧？用賄賂的方法去授權咧國家，嗱，譬如而家好多新興的國家啦，嚇，佢哋譬如話假如呢個 family 要策動戰爭，或者要同呢啲咁嘅國家，佢呢個 family 未必係自己喐手嘅，佢可能會透過就話下面嗰啲，譬如一個一啲銀行家啦，嚇，咁去嗰一小撮人啦，嚇，一啲大嘅銀行，即係一啲華爾街裏邊嗰啲大媽神啦。嗰啲咁嘅集團，咁去控制咧，同呢啲一啲發展中嘅國家咧，或者一啲已經係權力比較細、政治比較弱嘅國家咧，去傾一啲嘢，就譬如話私有化啦，佢哋會賄賂佢哋啦，佢哋可能會借咗一啲國家會資助一啲錢俾佢，一啲 subsidies 俾佢啦，咁就賣俾嗰個國家嘅元首，然後咧就秘密咁同佢簽咗啲合約嘅，咁嗰啲條款咧，通常咧就會話喺瑞士銀行裏邊靜雞雞開個户口，就俾10% 佢哋作為一個酬勞嘅，係一個回佣咁樣樣啦，個 rebates 咁樣樣嘅。第二個方法咧就係 capitalization， 就好似有一個資產化咁樣樣，令到呢個資產主義咧成為一個 free market 嘅，係一個自由貿易市場，令到啲錢咧可以進出無限管制嘅，咁就可以令到因為啲錢流通性強。咁啲人就自然會去買樓啦，咁亦都令到呢個房地產可以去泡沫啦，亦都可以令到呢個股票咧一路都係咁樣泡沫化噶，都可以。咁就正正咧就出現咗呢個亞洲金融風暴啦。咁喺巴西亦都有呢個巴西嘅金融危機啦。咁第三咧，我哋又可以睇到一樣嘢，佢仲有一個方法可以用到喎，就話定咗呢個咧市場定價。市場定價咧係基於咧就人必須要嘅生活所需嘅，例如好簡單，假如而家有個發展中國家，我哋當佢非洲個小國又好，點都好啦，佢因為糧食不足啊，或者好多資源嘅不足啊，佢需要利用大量嘅錢。而當你有個錢嗰陣時，咁大家諗下，當你如果有嚿錢嘅話，你去買嘢，你當然諗住趁低吸納啦。咁呢個情況底下，就正正就好似係 Bolivia 嗰個。如果我睇翻嗰個歷史裏邊咧，當其時咧係令到咧民不聊生嘅。點解？因為一啲列強咧，一啲好大嘅國家咧，佢哋其實背後都係有人操縱嘅啦。佢哋就買起咗，簽咗好多合約條款，就用賄賂嘅形式咧，就賄賂咗國家元首，咁就私有化咗國家嘅，譬如話鐵路啊、信息啊，或者係水啊，甚至乎水都係嘅。咁變咗咧，啲人嘅生活嘅基本所需，連食水嘅食物咧，都係可以突然間調節到貴到係買唔起嗰陣時咧，就會有啲群眾會混亂啊，出嚟周街咁啊騷控啊，發生咗好大亂嘅嘢啦，甚至會出現革命。咁啊，仲有一樣嘢，我仲要睇到一樣嘢，就係話呢個 free trade 就一個自由貿易啦。自由貿易咧，嗱，我哋睇到呢個自由貿易咧，其實有少少咧，就好似鴉片戰爭咁嘅玩法嘅。WTO 咧，咁我哋可以睇到呢、這個又佢哋又產生咗一啲所謂嘅係。呢、这個知識產權嘅，咁又出現咗，除咗個知識產權之外咧，又製造咗好多嘅西方嘅藥廠啦，國際嘅貨幣基金組織裏邊咧，係同一個機構基本上同呢個 WTO 嘅，只不過佢用唔同嘅名去製造唔同嘅組織出嚟。其中咧亦都有三邊委員會啦，佢哋其中一個 mission 咧，佢哋嘅計劃咧就係創造一個世界政府加一個世界貨幣，同埋一個新世界。那個 order New World Order 嘅會用呢個方法。咁我哋喺1975年啦，日本啦，同埋美國、歐洲咧就一齊合作，就維護呢個世界和平啦，減少世界貧窮為藉口嘅。就其實秘密上亦都做咗好多協議嘅嘢嘅。咁結束戰爭之後咧，人咧先至明白到咧，如果經濟唔自由咧，政治自由只係一個擺設。嗱，大家聽清楚，係冇經濟自由。
政治自由只是一种摆设，没有经济平等，民主制度就消失了它的根基，成为人人凭着钱都可以去动动的一种道具。试问一下，今天我们的战中，我们不同的社会里面有不同的 parties， 究竟这些是否用钱去炒作去策划的呢？今集虽然不是一个政治题目的一个论点主要，但是在这个阴谋论里面或多或少我们怎么都摆脱不到政治这个 issues。 建立一个世界政府，不理你喜欢也好抑或不喜欢也好，最后都是必须要是用一个武力的，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呢？说回去刚才之前我们讲的银本位，银本位其实正正就导致了金乃迪之死的阴谋论，已经其实有很多学者批评过，亦都可以去去分析过这个论调的。阿 Tim 在这里就不对这个部分作任何额外的分析或者否释了。对于1965年美国用白银币的纯度加以稀释，再由1930年代开始用 inflation 即是通货膨胀，将它一路一路地侵蚀，令到白银是没有了的，导致这个金银是分道扬镳的。其实以前金和银是放在一起，大家都是一种货币单位来的，但它就是精心策划导致到现在已经导致到当时已经分道扬镳，拆开了后来连这个银本位都已经是不能够再在这里了。它就用个策略，就是先银后金的策略方针的。黄金是较为复杂的，原因是因为它被世界人都公认为是一个财富，从这个本质上来看，它是一个很高度敏感的货币来的，被誉为这个政治金属，处理得如果不恰当的话，就会在世界掀起金融风暴的。随着这个权力的斗争到这个紫黄金的出现，紫黄金的出现只是在这个社会世界的范畴里面可以刺激更加鲁莽的金融扩张的，还有这个 inflation 的，采取特别的提款权去令到这个 inflation 那些分子去胜利的，他们就可以搬开或者去推搪，完全地去控制所谓的世界货币路上里面最后的一块石头，而令到这个世界永远有一个不会短缺的。美国人呢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财大气粗，美元霸权，离心离德，独立浪潮呢就来得更加凶猛的。亚洲的崛起呢正正是动摇了世界的力量的，于是呢他特别呢就用这个提款机的去开始呢修成这种这个方法的。在1971年呢8月15日，美元就终于就跟黄金去脱钩的。 Nelson 就曾经下令全国全世界第一次将美金成为一种法币，一种法定货币。在1973年10月6日是第四次的中东战争爆发，埃及和叙利亚同时就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的。美国果然就向沙地阿拉伯里面拉拢它，全面地去政治上支持、军事保护和训练来作交换的筹码的。那个筹码就可以令到皇室沙地那边的皇室是可以拥有永久的条件，永久的拥有权是可以继续做他的皇室的。那就但是呢个条件就要用石油，石油必须要是以用美金结算的。买回来的美金呢就爱来呢就摆落那个国防国库券里面，确保美国呢那个石油呢供应量呢是不会短缺的。石油价格呢一个必那个波动呢就必须呢经过呢美国的认可的。一旦伊朗伊拉克印尼或者是委内瑞拉对美国实施呢禁油呢，咁呢个情况底下呢沙地阿拉伯呢就有义务去弥补所有呢啲地方所生产嘅油嘅缺乏呢，就可以由沙地阿拉伯所提供嘅。咁从而呢就可以呢阻止到呢其他国家呢利用呢禁油呢种方法呢去控制或者对付美国嘅。有历史学家曾经指出啦，世界经济呢係由
控制地咁去解體嘅。嗱，大家要首先知道一樣嘢，全球一體化要控制曬整個世界，你必須要將啲權力去解剖，就好似條屍體咁。1973年，美國呢個曼哈頓嗰間銀行咧，就提議咧同埋協助組成一個叫做美歐日三邊委員會嘅，頭先亦都提及過嘅。咁呢個委員會主要嘅成員咧，都係由呢個美國啦、西歐啦同埋日本一啲 bankers 嘅去組成嘅企業家啦，同埋呢個政要嘅。佢哋咧就分別喺咧呢個紐約啦、巴黎啦、東京啦係設立總部嘅。到呢個咧，沃爾克上位嗰陣時咧，就開始打擊世界範圍嘅通貨膨脹嘅。但偏偏咧喺另外一笪地方咧，英國咧 ，Margaret Thatcher 有鐵娘子之稱嘅戴翠莉夫人咧，就喺1979年5月咧當選之後咧，佢誓要啊將呢個通貨膨脹咧喺呢個經濟裏邊逐出去嘅。Margaret Thatcher 咧，戴翠莉夫人咧當時做咗啲乜嘢咧？佢即係喺任期裏邊短短一個月之內，佢將佢嘅利息啊嗰個基本 standard 嗰個 interest rate 咧，就喺12个星期裏邊咧就由12% 調高到17% 嘅。咁啊，造成咧呢個咧貿易萎縮咧，咁佢所取締嘅，但係佢嘅嚴重程度咧，就係嚴重過咧第二次世界大戰嘅結束嘅以嚟係最厲害嘅。喺1997年咧 ，Times Magazine Asia 就裏邊講過嘅，Volume 150啦，第18篇咧，其中有一本書我哋亦都可以睇下嘅，就叫《A Century of War: Anglo-American Oil Politics》。And the New World Order 都可以有跡可尋，剛才我所說的東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裡面通常呢常務會是會用4个方法去對付或者是可以去達成他們的所想的。第一件事呢，他們會令到就例如說是國家核心資產私有化、資本市場自由化、基本生活要素市場化和自由貿易國際化的。大部分國家一旦接受了這些條款之後，必定是元氣大傷，民窮國弱的。我們看回1933年美國就處於緊急的狀態底下，就羅斯福可以為所欲為的時候，美金和石油用美元的收入是可以來支付到美國很昂貴的現代化垃圾的設備的。所謂現代化的垃圾，就是說它可以將一些現代化的東西就當作垃圾，這樣去拿去其他地方去賣了它。大批尖端的工業區呢，裡面就是放在它在沙漠裡面，在由四周圍都有大型的工業區的，再加上發電廠、高速公路、石油管道、通信系統、機場、港口改造場。同時美國的和沙地就簽了一個叫軍事機構基地建設的國防工業合作合約，例如說是個軍用的機場、飛彈的基地、人員培訓中心等等的。美元於是就可以脫離金本位的庇護，就可以用這個石油的價格作為這個避難所的。雷根呢就曾經預殺的，他因為破碎了金本位最後的希望，在70年代金價維持上升的，防止金本位復辟，國際銀行家他們最優先的處就是他們最優先要處理的責任的。在1975年1月1日，為了向這個人向世界展現黃金是一種普通的金屬，增加了人對紙幣紙美金的信心的。美國政府決定解除美國人民實施長達40年的持金税的禁制令，其他國家相反仍然繼續用一個很重税的制度去令到去減低人對金屬的要求，稅收是高達到 50% 的黃金增值稅。美國人對這個黃金的消失了40年之後，對這個黃金已經是非常生疏的了。有一本書叫做《為什麼要黃金》，裡面就指出國際銀行家去打擊黃金的實質，更指出1975年開始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上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要的成員配合下，就開始打壓世界黃金市場。打擊黃金的價格的目的都是
為咗咧係令國家嘅人民咧對呢個紙貨幣比黃金咧個信心更加大嘅，成功咁去操控金價，亦都係確保咧呢個超量咁去發行呢個紙幣嘅過程嘅無限延續嘅。我哋可以睇到1979年咧11月爆發呢個伊朗咧人質危機啦、政變啦，咁就正正咧就改變咗咧金嘅長期嘅價格嘅。美聯儲咧更加宣布咧凍結啊伊朗喺美國嘅黃金儲備嘅呢一個舉動咧，正正咧就令到咧各個國家咧就會開始直接去購買啊購入呢個黃金，然後將黃金咧直接運翻去自己本國嗰個儲存嘅。連伊朗啊自己啊同埋伊拉克咧都加入埋呢個超級購買團嘅，黃金嘅價格咧於是咧就開始暴升啦，美元亦都開始貶值，美國最後咧亦都為咧為咗去挽救咧美國經濟咧，於是咧就恢復金本位嘅。喺1981年1月咧，雷根上任之後咧，就要求咧國會咧成立咗咧呢個黃金嘅委員會嘅，英文係叫 Gold Mission